2012年3月17日，澳洲浸中学院与南昆士兰大学举办了为期3天的多元宗教论坛，广邀各界宗教代表，从各宗教的角度探讨伦理与道德、宗教教育的重要性及世界和平等等议题。亚马，亚马，亚马。Naya Minda Tim Knox, Durham Bandy, Gomorrah Murray, Southwest Queensland. What I said was hello. 在澳洲土著代表 Tim Knox 先生的传统欢迎仪式之后，应邀出席的各宗教代表们也透过各宗教特有的方式为世界和平祈祷。बोले सो निहाल सात श्री अकाल वाहिगुरु जी का खालसा वाहिगुरु जी की फतेह 非常欢迎今天啊大家莅临图恩巴来参加这一次的论坛啊务行代表敬宗学院啊欢迎大家澳洲敬宗学院副院长务行法师在致辞中肯定了各个宗教的创始精神，也表示现今世界的危机可借由宗教教育来挽救。如果能够真正在各个宗教的教义上好好的深入来学习，我们相信能够达到和平共存共荣，改造社会风气，能够真正改善人心。所以宗教教育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十分关注多元宗教文化的融合及发展的图文巴市长表示，当地居民来自世界各地，光是语言就有50多种，是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城市。他也肯定此类的多元宗教交流活动所带来的正面影响。I can see the difference it's making. This university is a very multicultural and welcoming university. Our community is very welcoming because of the many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faiths and the views that we have. So I think that in the end makes us much stronger if we work together. So I thank you for what you do. Regularly come together, talk to one another, and improve the way we do things.And I know your leader has said to me, Toowoomba is a great exam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of how we can do this, how we can do better, and how we can improve. So I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again at your forum, and I urge you to continue doing this as often as possible.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lcome. And the sun will shine later. Good morning, everyone. I thank you for the chance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and share some thoughts with you. Can I start, as others have though, by acknowledging the... 应邀参与此次论坛的昆士兰警察署长在致辞中传达了天下一家的概念。我们同为人类，居住在同一个地球，同样寻求着爱与和谐。纵使我们肤色、文化、信仰不尽相同，但透过不断的沟通与努力，世界和平指日可待。尊敬的各位政府的领导啊，我们敬爱的市长啊，各位宗教领袖，诸位嘉宾。身为澳洲浸宗学院院长的净空老法师，特地由香港飞抵澳洲，参加此次的多元宗教论坛。老法师开示，世界和平应从宗教和谐做起，并由汤池经验中期许图文巴成为下一个和谐示范城。我收到联合国的一封信，虽然不是秘书长来寄来的啊，是底下一个机构对我们上次活动还念念不忘，希望我们再去办一次活动。这我就想了，上一次我们有
汤池那个经验可以去展览，那这一次我办拿什么东西去办了？没有东西了啊！所以这一边的我们宗教诸善长老啊，能够想团结图文巴的宗教啊，同图文巴的族群，在图文巴做一个全世界和谐示范城，这是个好题目啊！那这个做成功了，我就通知联合国，我再来办一次。啊，让大家真正有信心。论坛首日，各宗教代表透过经典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各宗教对伦理与道德的观点，发言中再再证明了所有宗教的中心精神正是仁慈博爱。除了各宗教代表发言外，现场观众也热烈地参与讨论，透过不断的对话让彼此了解各个宗教的信仰精神，而对某些宗教先入为主的成见，也透过一再的讨论有了新的理解。在接下来的两天日程中，各宗教代表分别就认识宗教与宗教间的关系两个主题发言，并于发言结束后与现场观众进行 Q&A 对话。通过现场与会者的踊跃反响，我们相信世界宗教是一家，宗教和谐是可以实现的，而这股强大的和谐力量必能带动世界和平。此次的论坛邀请了许多海内外热心社会和谐事业的仁人志士前来参与，众人也趁着此次机缘亲近老法师，并向师长请益。傍晚时分，澳洲净宗学院举办的温馨晚宴，在一阵阵美妙的歌声中揭开序幕。延续了白天热烈的讨论气氛，晚间的餐宴十分热络，一道道令人垂涎的佳肴，极具地方特色的表演，都让众人不吝掌声。不同的种族肤色，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人人脸上都绽放着同样的微笑。英文 harmony 一词翻译为和谐，也是音乐学中和声的意思。广义的和声是指任何由超过一个频率所组合而成的声音，频率唯有相互协调，声音才会悦耳。就如同世界上每一个声音都需要能够被聆听、被尊重、被平等的对待，如此才能够谱出和平的旋律。金碧辉煌的寺院，身着黄袍的僧侣，39°C 的温度里透着一股淡淡的焚香气味。以佛教为国教的泰国向来有黄袍佛国的别称，这里不仅仅是观光客眼中的旅游天堂，也是信仰虔诚的佛陀国度。
2012年佛历2556年，总部设于泰国曼谷的世界佛教友谊会，简称 WFB， 为了纪念佛陀成道2600年，特地举办了为期2天的欢庆活动，广邀世界各国嘉宾共同参与。净空老法师也应大会邀请，以净宗学院院长身份出席了此次的盛会。清晨，草地上的露水尚未完全蒸发，供僧的物品已早早摆放整齐。曼谷世界佛教徒大会就在这座美丽的校园揭开了序幕。这座位于曼谷的男子寄宿学校是由泰国国王拉玛六世所创办，除了重视学生各方面均衡发展外，更着重于人格和品德的培养。这一天，学生们早早列队整齐，迎接世界各地前来的贵宾。据统计，泰国的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2.95%，因此素有千佛之国美誉的泰国对出家僧人的礼遇自然不在话下，不仅日常见面时会行双手合十礼，更借由供养来表达敬仰之意。所谓供养，就是以香花、明灯、饮食、衣物、资财等物品供奉滋养佛、法、僧三宝。僧宝是一切世间供养、布施、修福的无上福田。供僧有给予、慷慨和慈善之意，是消除贪、嗔、痴三毒的第一步。我们也透过供僧来培养清净心，并且帮助减少贪婪和欲望的负面力量。供僧结束后，众人进入 The Uravo College 的大会堂，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在这里体验了泰国丰富多元的宗教活动。佛陀是梵语，意思是觉悟者，也就是彻底明白宇宙和生命真相的人。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的佛陀，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后，教法开始传播。2600年前，佛陀就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互相联系的。他告诉我们，生命和环境是一体的。他宣导非暴力和完全尊重所有众生。经历了26个世纪后，佛陀的圆满智慧依旧让世人惊叹，佛陀的教诲依然有同样的效力。现代量子力学家新的这个发现，我看到许多报告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我在学习60年当中，确实还有一些很高深的问题对他有疑惑。佛说的我们能相信，不敢否认，但是疑惑不能断。看到最近量子力学的报告，我们这种微细的疑惑在统统的感觉，肯定的佛法不仅是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内容帮助我们修身，帮助我们治家齐家，帮助我们治国，帮助我们带给整个世界的安定和平。这么一头有智慧，有理念，有方法，
有经验，有成果，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这门大学问。我们这个做佛的弟子，应当把佛陀教学发扬光大。他的的确确是个教授，他是究竟圆满对境界众生的教授。经典即是佛的法身，老法师特地将乾隆大藏经赠送给世界佛教友谊会，并借此祝愿灾难化解，世界和平。此次的庆祝活动除了纪念佛陀成道2600年，也同时替现任的泰国国王85岁寿辰祝贺，在位迄今超过60年的拉玛九世及胡美蓬阿杜德国王，总将人民福祉与国内和谐摆在首位，因此广受泰国民众的爱戴。而身为虔诚佛教徒的胡美蓬国王，对佛法的护持和提倡也贡献良多。5月22日，泰国皇室特地在皇宫内的玉佛寺与老法师及各国嘉宾进行会面。结束了2天的世界佛教徒大会行程后，老法师紧接着出席了澳洲净宗学院与世界佛教友谊会联合举办的多元宗教高峰会。3天的会议过程中，受邀的各宗教代表和来宾针对宗教和谐之观点、和平与和谐、促进宗教间合作等议题分别发表看法。除了各宗教代表阐述观点与立场外，大会也针对如何跨宗教合作、解决冲突、透过社区组织增强凝聚力等等议题进行分组讨论，并与现场观众进行 Q&A 问答。共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争端也不会因为一两场会议就终止，但是透过对话再对话，理解再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才有可能化解，和平才会露出一线曙光。净空很荣幸接受大会的邀请，参加这一次的活动，纪念释迦牟尼佛成道2600周年，以及太皇陛下85圣寿。那么与许多从各地来到此地参加盛会的朋友们，这几天我们看到宗教的和谐，看到往后的一线光明，这个机缘很难得。净空老法师在会议圆满当天特别致辞感谢，并表达了建立宗教文化示范城的重要性与可行性，也借此项目的推动来纪念佛陀，纪念每个宗教神圣的教诲，同时期许能够将这些教诲真正落实在世界各地。我们共同努力，把神的爱用我们自己的身心把它发扬光大，爱不仅爱这个世界，我们把它推到太空，全宇宙
所以这些星球，星球里面的众生，我们都能够平等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啊，来对待啊，把神圣的爱发扬光大啊，这是真正的宗教徒啊，宗教的精神能够救这个世界啊，能够拯救这个地球啊，我与大家都有这样的一颗信心啊，这是我们这今天第一次在此地的聚会，满心的欢喜啊，我们相信，我们努力啊，会给地球带来光明。在泰国期间，老法师也与身为受邀嘉宾之一的匈牙利大使，同时也是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永久大使的卡塔琳·博耶女士进行多次的会晤交流。许多海内外的同修居士以及敬仰老法师的外国嘉宾们，也趁着这次齐聚一堂的难得机缘，亲近老法师，向其请益。在泰国弘法期间，老法师的讲经课程仍不中断。在世界佛教友谊会的会馆二楼，老法师持续讲解《净土大经解科注》，不但现场观众有幸亲身听闻佛法，也透过网络无远弗届的力量播送到各地。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种族，同为这一个殊胜的因缘而相聚一起。众人手中的一盏盏烛火，完整了一颗光明的爱心。在纪念佛陀成道的同时，我们也当谨记他宽容的教诲，尊重所有的生命与宗教，为全世界的和谐共同努力。11月2日，尊敬的上净下空师父上人以及近500随行众，应斯里兰卡总统的邀请，乘坐专机来到斯里兰卡。一下飞机便听得鼓声隆隆，原来是一对穿着传统民族服饰的舞者，一路打鼓跳舞，真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出航站楼，我们竟然看到每根电线杆上都挂上了师父上人的照片，很是令人惊讶。斯里兰卡的尊师重道，让大家初有体会。斯里兰卡的街道狭小，房子很旧，情形如同70年代末的中国。但是在这里，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竟然从小学一直延续到大学。国民教育的普及程度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斯里兰卡的经济收入大部分支出都用在教育上。当一些国家提倡教育产业化的时候，当很多家庭为孩子上学而节衣缩食的时候，内战刚刚结束的岛国斯里兰卡却为国民提供彻底的免费教育，真的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斯里兰卡如此重视教育，让我们大家深感惊讶。常常在师父上人讲习中听到的内容，今天居然在斯里兰卡真实的再现了。第二天一早，由总统发起和邀请，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团结宗教、回归教育、化解危机、多元宗教和谐汇报会，在总统府拉开了帷幕。来自24个国家的大使、斯里兰卡政府要员、多个国家的多元宗教代表600余人参与了大会。师父上人上台之后，先向大家深鞠躬。师父上人非常谦卑地说：“总统有许多的事实，都是佛陀的意思，都是真诚的爱心。”特别是教育我们要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向斯里兰卡学习向总统学习。我们到斯里兰来跟总统建议给这边我们许许多多朋友们特别是佛教跟其他宗教，我们联合起来，斯里兰卡这个国家能够建成世界宗教族群和谐示范的一个榜样，就能带动全世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桩大事。在总统先生演讲的时候，师父上人就坐在主席台中间的法座上聆听。总统拿出自己的龙椅宝座，以恭敬佛陀的礼仪来礼请师父上人。总统先生很谦虚地称呼师父上人为尊敬的释净空老教授。称呼台下的多元宗教的代表为尊贵的僧团。他还提出宗教教育是和平的教育，谋求一国乃至世界的和平，必须先从提倡宗教教育开始。11月4日，斯里兰卡政府礼请师父上人在蓝莲花寺讲经。当地人对于佛法真诚恭敬，待人愉快而热情。他们用迎接佛陀的仪式来恭迎师父上人。大象挂着璎珞，欢快的斯里兰卡传统舞蹈更是传达了人们对师父的至诚恭敬。
师父上人一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稳定和谐，教学为先，国风民安，教学为先，教育是一切的基础，修行一定要破迷开悟。学佛的人一定要觉悟，不能迷惑啊！第一呢，我们要从迷惑回过头来，以自信觉啊，这才是真正的皈依佛。听众当中有很多斯里兰卡人，他们带着翻译机，非常恭敬地聆听师父上人讲经。虽然大多数未曾听过师父上人的经教，但是他们却将佛弟子应有的谦卑、喜悦、乐于助人、简单真诚的风范做了出来。随着在斯里兰卡访问的深入，我们才渐渐了解到，斯里兰卡人人信教，以宗教为生活依归，很多团友都不禁赞叹他们善根深厚。在斯里兰卡，每一个孩子从6岁到10岁，每个星期六、星期天的上午，必须要到当地的寺院听法师讲经，并且还要背诵经典，所以从小就接受佛陀教育。我们身处其中，真的能非常真实地感受到他们的善良、真诚，对待任何事物的恭敬，让人不禁赞叹这是一个佛国。11月6日，师父上人受邀在佛牙寺佛教大学讲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团以及澳洲多元宗教代表团也加入到师父上人的弘法队伍中。每次师父上人的讲演，他们都认真聆听。
讲经结束，与主办方互赠礼物，他们恭敬地顶礼师父上人，用心之真诚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深受感动。特别带来了一份更重要的礼物，西方极乐世界图。这是用中国传统的绢纸制作的，是非常珍贵的礼物。师父上人把极乐世界带到了这里。在师父上人讲经之余，主办方还安排了群书制药论坛，礼请蔡礼旭老师、吴洪清教授、刘余丽老师、宋宝兰老师等弘扬传统文化的老师分享学习心得。蔡老师将自己在斯里兰卡的所见所闻跟大家分享，让大家感同身受的同时又深受启发。我们来到斯里兰卡啊，科伦坡，我们想起啊，3000多年前啊，佛陀呢在这一块国土啊教化啊，让我们升起啊对世尊无限的缅怀。而从这个下飞机开始啊，就感觉呢啊，被这一片国土上的领导者啊，包含每一个百姓啊，深深的感动。我们从下飞机看到飞机场上的服务人员啊，他们对我们呢都很和善，都合掌，都念着呢 Are you but one， 就是祝福啊长寿的意思啊。这一句 Are you but one 呢，就是无量光寿的意思啊。我们一下飞机啊就被祝福了啊，而且呢我们看到啊他们的眼神非常和善啊，好像看到每一个人就像亲人一样，一点距离感呢都没有。哦，所以这佛陀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这一片土地上的老百姓接受佛陀的教诲，他们处事的心态啊不一样。哦，所以我们从这些百姓们呢，他们的处事的态度啊，都可以感觉到啊佛陀教化的力量。好，而我们昨天下飞机啊，坐在游览车上啊，正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看到小孩啊下课了，这些小学生通通啊对我们游览车上的人招手，我非常有礼貌，小朋友啊。哦，而我们了解到啊，确确实实呢啊，总统啊，啊斯里兰卡的总统啊特别重视教育啊。我们很多佛寺啊，啊像佛陀曾经去过的啊一个克拉雅尼寺啊，每一个礼拜天就有小学、中学的学生3000人到寺里面去接受佛陀的教育。一个寺有3000人呢，那我们想一想啊，他每一个礼拜啊，
有多少学生在礼拜天到佛寺接受佛陀的教化？啊，我们光想到有这么多的学子啊，都在接受佛陀教诲啊，我们就满心啊欢喜啊。啊，而且这一个国度呢，每一次月圆，啊，等于是农历十五号啊，他们全国啊八关斋戒。而且不能卖肉，都由总统啊来带头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群书之要，我感觉到呢，好像一下车之后啊，这一方的领导者跟老百姓啊都在演群书之要给我看呢。吴洪清教授真正落实师父上人的教导，给甘肃的孩子以传统的扎根教育，受到师父上人的大力赞叹。我说到此地，我要请一个老师来，他教学的方法、教学的内容，他是做到了。他教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他开一个特别的班，啊，叫复习班，啊，把小学从一年级带的做成功，成绩非常可观。但是不能再往上提升，所以我们想到的要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学生到中学了，我就办中学；到大学我就办大学；到研究所我就办研究所。我让小学一直往他身上去，这个是这圣贤教育。啊，这个学位怎么办呢？学位将来要请国家了，跟国家教育部来商量，请他到那个时候来考试，要给。圣贤学位不是博士，博士不行，他比博士高啊，所以我就对这个事情很留意啊。我现在请吴老师，请吴老师。我在甘肃农村小学6年的时间教小孩学中国传统文化，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证明课程和教材是第一位的，而最好的课程和教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这些经典的课程和教材，这是祖先，这是中华民族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贝，是不过时的。他创办的伏羲班注重从小培养孩子的德行和定力，背诵传统经典，练习书法武功，短短几年的时间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刘玉丽老师非常真诚地向大家分享如何将群书治要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那么在群书治要中告诉我们，要构建一个好的企业团队单位，必须重视啊两件事情。那么这两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晏子所说的爱民而安，好事而荣。也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呢，能够把这两件事做好了，这个团队一定是兴旺发达的。宋宝兰硕士生动活泼地向大家分享他们团队翻译《群书治要》英文版的过程。老师们的分享感染了每一个在场的人，更坚定了大家学习圣贤的信心。第三天黄昏，参观佛牙寺，
当寺里钟鼓齐鸣，好多人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当大使们从佛牙寺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大使不仅鞠躬，还会很欢喜地说阿弥陀佛。我们大家立即以阿弥陀佛回应，彼此其乐融融。原来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国际语言。随后的几天，我们参观了丹布拉石窟寺。礼拜佛陀悟道的菩提树，短短几天的参访，让我们感受到伟大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加持。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我们整个的人生，整个世界的林林总总的生灵，无一不在佛陀护念之中。今天之所以能够有种种的受用，种种的学习机会，皆是承蒙佛陀之待众生苦供养，承蒙佛陀如母一子的护佑。如今我们有了种种殊胜的机缘，即使是末法时代障身慧浅的凡夫，也要真正学习佛陀之行持，将自己全部奉献给大众，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一生若非成佛，无以报恩。心自由的人，和和波罗波罗是古传夏威夷深层心疗和转化人心的治疗医法。这句神奇的夏威夷文意思是改正。他的传人修兰博士是一位心理学专家，也是该基金会现任董事长，长期为残障人士、精神病犯与他们的家人服务，现年73岁。20多年前，修兰博士曾用和和波罗波罗的方法治愈被关在夏威夷州医院被列为患有极高危险性的一群精神病罪犯。在这期间，他没接见任何一位精神病犯，只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阅读病历档案，然后就开始对自己进行和和波罗波罗医疗。过了几个月后，一些必须戴脚链的重犯行为逐渐变得正常，甚至被释放。这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神话故事，但究竟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修兰博士用什么方法改变了这些精神病犯？ Do you know what aloha means? The word aloha, when you go to Hawaii, people will say aloha.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When I say aloha to him, I'm acknowledging that I'm in the presence of God. So when I say aloha, I'm acknowledging as a holy being.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华严经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在大乘教里面，他肯定宇宙万有跟自己是一体。So the light in you is eternal. See, it never goes out. Never goes out. So this is the Buddha in you. Now, what happens to us is that we run into problems, and so we block the light. The Buddha part of us, you know? And so now the only question is,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ith this block? Anger, resentment, putting money first. And so the Ho'oponopono is about saying to this block, I love you and thank you. And so the light comes back, you know? So I want to thank him for giving me one more chance to undo anything between he and I so that we can both be in the light, you know. So I'm grateful that he is inviting me to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make amends with him. 蓝博士说，我只不过治愈了我，那部分造他们的我。他说，对自己的生命负全责，你生命的每一部分都是你的责任，因为整个世界是我们的心想成的。所以说，如果对自己负责任，那我们对自己的所见、所听、所尝、所接触或所经验的，都必须负起责任，因为那是我们的心所造。所以说，恐怖分子、总统、经济的发展、任何经验或是不喜欢的人、事、物，都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也只有我们能把他们治愈。也可以说，这些事项并不存在，它们只是我们内心的反射，它们没有问题，问题在我们。要想改变它们，我们必须改变自己。这一份东西是我在2005年元旦跟这个同学们的一篇讲话，特别强调爱心。生命人性的核心就是爱，人如果充满了爱心，这个社会就和谐，灾难就会化解。今天我们有缘难得啊，要请秀兰博士把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给我们分享，这个要给我们跟一切人最重要的一个启示。从本身离我的和谐，从这开始。 Yeah, that's where it begins. 我们是应该是2002年格里菲斯大学找我的时候，我跟他们和平学院的教授有2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我听他们报告，他们做50分钟报告，然后要我说话，我就告诉他，和谐要从根本做起。今天冲突大家看的是双方两边、两个族群、两个国家，我说问题不在那里，问题在我们自己啊。我跟他说的是，我们跟人，中国人说人性本善，习性不善，这个很不容易翻译，也很难懂。我们就举个例子，当前有利益摆在面前，我是想到是这个利益是我的自利还是他利，那大家都是，那当然是我自利，那自利冲突就发生。
如果每个人都想到利益别人，这问题就解决了。啊，这个他容易能够体会。啊，或是我们起心动念都能为别人受着想，为社会着想，为大自然着想，冲突就没有了。很感谢他来访问，对我们自己这些理念更加肯定了。你看在经典上几千年前佛就说了，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我们意念变现出来的。那么我们读经对这个事情不敢怀疑，但是始终呢不能把这个疑断掉。那么最近这几年来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啊，分析到最后的时候，真的原来物质的基础是意念的波动，我们对佛经上所讲的这个疑惑完全断掉了。 Everything begins with thought. Yes, yeah, everything, 就是所有的那些那个都是从思想里来的。 So the quantum physics talks about the same thing as Buddha's talking about. It's coming back to the pure light. And that's all. This is theTalking about Buddha, you know. Yeah. 佛法讲的不但是你这个七情五欲是障碍呀，他讲的最微细的起心动念，你看分别，这个执着，分别，这个贪嗔痴慢这东西，这是属于执着，啊，这最严重。再微细一点是分别，再微细的是起心动念，因为他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讲那个灵量的能量点，那个才是真正智慧，那才是真正自己，才是真正光明的原点。这个波萨里面讲这个空这个概念，灵极限，这个跟自信是意思完全相同。 Shakespeare talked about the same thing, call nothingJesus talked about the same thing, purity of soul. Quantum physics says the same thing, zero point, nothing. We always come back to Buddha, though. The Buddha is saying, you have to be nothing, empty, void, and so that the light can show up. 对修兰博士来说，痊愈在和合波罗波罗就是自爱。如果你想改善生活环境，你必须使你自己的生活恢复健康，环境才可能会正常。如果你想治愈别人，即使是一个患有精神病的重犯，他还是我们的心性所变现的，我们还是必须对自己下手，用和合波罗波罗方法治疗，一直等到所有的病患都在我们的境界内消失。这个世间只有这桩事情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所以应当要放下，要把它清除掉。2500年前，孟子说过：“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这放心就是放下。什么叫学问？真正的学问，统统放下。那叫真正的学问。And how do you let them go? That's what I want to know. He asked me how to go. How do you let them go? For me, I talk to them. So I talk to the anger in me. I just talk to them.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我们用的方法就是这个爱心变法界，善意满人间。 But what are you loving? You're loving this self again.头一个，你要爱自己。你不爱自己，你就不会爱别人。爱别人是假的。啊，爱自己怎么爱呢？把自己的肮脏东西放下，来真正爱自己。啊，恢复到自己的灵，这个灵点，这叫真爱自己。然后你才能够爱一切众生，爱一切动物、植物，啊，山河大地，爱整个宇宙，爱一切众生。啊，上面从上帝，下面到阿鼻地狱，是一律平等的来，全是自信浮现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那就是
每一个众生他迷悟程度不一样所造成，不管怎么不一样他都是平等。你有不平等是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离开分别执着，万法是平等的。有这样的心情，有这样的心量，古圣先贤的东西也看得懂。没有这个心量，古圣先贤亲自来教你，你也不会懂的。What we have to do is to make sure the intellect doesn't take over our thinking mind. 你先佛法里面讲的是先做到无我，就不受影响。只要有我，我喜欢的，我讨厌的，你决定受染污。Thinking is a problem, as opposed to letting go. 大乘法里面，不用思维，他直接的去领悟。为什么？思维是心意识，心识是妄心，妄心里有思维，真性里头没有思维，它全是智慧。尤其加上思维，它不是智慧，它变成知识。知识就有局限性。I've been trying to work on that for years, and I give up my thinking, you know. 对。And I work on it, you know. I talk to it. If I have a question, the question comes up in my mind. I say to the question, "Oh, okay, thank you." Poof, it goes. 我没有你方法，是阿弥陀佛。念一起阿弥陀佛，都能归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宇宙是无量的，心性是无量的，智慧是无量的，一切通通是无量的，是这个意思。就是无限大。Infinitely short. Infinitely short, yeah. 而且是无限小的。So when you're infinite, you become spaceless, 对 timeless. So you don't exist. Right. 究竟要怎么治愈自己？蓝博士说，我只不过不断重复地说对不起，我爱你。用爱心是改进自己最好的方法，当我们改善了自己，我们同时也改善了我们的世界。每当我们想改善任何一样人事物，我们只需观察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内心是善是恶。当我们在观察自己的内心时，我们对自己也要用爱心。回归零极限的密码就是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这四句话就能清除我们潜意识中过往的讯息，把它归于接近零的状态。每一个宗教他们从奉的这个神，在经典里面所说的几乎都是一致，那就是说神性是一个同一个神性在不同的感应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它基本的理念基本的方向完全相同。 What happens when you have wars between religions?你俩不认识自己，所以现在宗教学习宗教的人认识自己的宗教的人真不多，我们接触的面很广啊，但是有没有认识？有，少数人啊，这些人不会有任何敌对的这种意念，有敌对的都是错。所以你上佛家的时候，第一个破身戒，一定知道身不是我；第二个破边界，一定脱离。宇宙是和谐，是一家的，没有对立。就像一个人身体，眼睛跟鼻子不会对立，手跟脚不会对立，永远不会对立，为什么？一体，就认识一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桩大事，神圣的教育全在此。所以人
应该要团结，应该要和睦相处。这个麻烦的是，就是现在这种教育，从小就叫竞争，这个是与新的180度相反。所以东方的教育，叫佛的教育，从小一入门就叫你和谐，就叫你是一家人。啊，而佛法讲的更比佛儒更高，佛如中国传统的讲一家人。佛讲一体，比一家人还要强啊！哪有不能团结的道理？哪有不能和睦相处的道理？所以能够有个小镇、小城，真正做出来，让大家看看啊！放弃自己的成见，这个贪嗔痴慢。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做得到啊！而且是非常欢喜的事情。那这个社会多么美好！ Shakespeare has a very important in sonnet. I think in 9 or 10, Shakespeare says, "If you change my thought of you."Then I will change, you will change your mind of me. So the only way you're going to love me is for me to love you. That's the story coming down to very simple basics. If I love you, you will love me. If I hate you, you will hate me. So hopefully I've come in love, you know? 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活得爱当中。So now the fruit becomes peaceful. 然后这个水果变得非常和谐。The table becomes peaceful. If I come in peace. 如果我那个带着和平而来，那所有的像桌子也会变得和谐。So everything comes in peace. But it begins with me. I have to come in peace.首先要爱自己，不爱自己的麻烦很大。You and I create a lot of problems. 你和我就那个造就带来很多的问题了。Can you imagine you and I can correct any problem? We can. You and I can correct any problem. 你和我就能够那个解决一切问题。That's very true. And if we correct it in you and me, it gets corrected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这个根还有更深一层的根，就是这个问题。我跟格里菲斯大学这个和平学院的教授，我们座谈会当中也谈到的啊，这是我解决国际上的纠纷，我们两个人，这个他懂，然后我告诉他。不是两个人，我自己一个人，他就不懂。啊，怎么是一个人？我一个人解决了，天下就解决了。啊，这个话难不是他懂。就是自信跟习性的这个冲突，这是自己本性是善的，习性是不善的。我如何把不善的习性克服？我变成纯净纯善，我才能跟一切人和睦相处。啊，我还有爱好，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问题就来了。如何能用清净的爱、平等的爱、啊无边际的爱，这才能解决问题。这个就是所有宗教的神圣。他们解决问题方法，他绝对没有分别的。But when you are not in love, you create the whole universe goes crazy. Everything goes dark. Just because of you and me. But if we correct it in you and me, then the light shows up. You know.
But it's because when you and I have a problem, it's a problem with the whole universe. Everything that's in the universe gets darkened. But now you and I can fall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so the light shows up. But just because you and I are willing to work it out, the light shows up for everybody. The whole universe, family, relatives, and ancestors, the whole universe. Mm. And what if I'm not willing to work with you? Too bad. then we have this problem. But I can do my cleaning with you. And so when I do my cleaning with you, the light shows up. Mm. You have to be light. You cannot not be light. 光是自性，障碍是习性。习性放下，全是光，没有障碍。这样才能感动人，才能感动。感动人，那个人必须有善根。没有善根很难。但是没有善根也不能够放弃。为什么？人不是活一生的，生生世世的。我这一世感动的人，没有感动得了，来生再继续感动的。所以佛对一个众生他不舍弃，生生世世不舍弃，是一个劫、十个劫、一百个劫，最后还是要把你感动。这佛生命中不是一人，然后为什么？这你就是害我，我还是爱你；你就是杀掉我，我还是爱你。一定有一天你会回头。我在这里等着。Can you imagine that? Millions of lifetimes? I think it's wonderful, you know, to know that at some point that love will prevail. 永恒的相续的。We keep thinking that we can change people. We can't change them. We have to change ourselves first.Once we change here, that other person has to change. It doesn't have a choice. Yeah. You will have to change when I leave here. 他说他一定要改变我。在走之前要改变我。OK, I'm willing to be changed. Not willing. Love will change you. Yeah. Not willing.You can't be will yourself to love yet, but love will change you and me. That's why I've come to make amends with all of you. 和和波罗波罗就是用爱心永无间断地对一切众生说我爱你，用感恩心永无间断地对一切众生说谢谢，这两句话能够洗清过去生、今生、潜意识所积压的一切档案，用这方法回归自性到零无我的境界。如何知道人已回到零？对一切众生，一定会有爱心、恭敬、谦卑、有礼。Love unifies everything. Hate causes destruction, volcanic eruptions, tsunamis. 现在地球变成灾难这么多，就是爱衰退了，怨恨加深了。Because everything is man-made, thought by thought. So if there's a tsunami, it's man-made thought. I'm interested, when you heard about the tsunami, what did you do? I come back and repent my greed. Good for you. It's because of me. I should get rid of greed. Oh, so get rid of tsunami. It is tsunami here. Yeah. Earthquake here. Yes. Hate here. But here begins with me, see? I never look outside. It's always here. I make the correction here, then the light will show up. Only here.
圣贤教育确实是好，真正能解决问题。但是宣扬的人太少，现在接受的人困难。为什么？圣贤东西最重要就是你的爱心，真正的爱心。啊，你对他没有怀疑，信他，喜欢他，你才能学得。你对他要是批评他、分别他、执着的，那麻烦大了，那就这是最大的困难。这不像科学，科学不需要任何条件，愿意学都能学，神仙不行，要一份沉静的心。宗教也如是，没有沉静的心，宗教经典看不懂，他会念，他不懂意思。所以爱地球，姜文胜博士的实验，他问我爱是不是宇宙的核心，我讲一点意思。中国祖宗发现这个，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就是从这个爱字发扬光大。这个爱就是他用的那个方法，就是父子有情，就是父子的情爱是天性，不是人教的。这个爱如何发扬光大？这就叫用教育的手段把爱发扬光大。所以今天宗教没有爱。Can you imagine? We can correct every problem in us. You and me, we can correct it. Yes. Yeah, but when a problem comes up, whether we have some judgment about a religion, we can correct it in us. Yes. Love.The same goes, and now the light shows up. But we have to correct it in you and me. You know? Or she has to correct it, but if she doesn't correct it, who's going to correct it? You and I have to correct it. Yes, yes. Yeah. 我有一次在日本开会，跟那个石井牧师的访问，你在不在？在啊，那次在。你在场是吧？那个故事很有趣味。你看，问到最后。他找难题把我问到，最后一个很技术的问题，什么问题？他就说：“我们基督徒心量很小，不能包容别人，这事情怎么办？”我就告诉他：“这个解决问题就在你圣经里啊，圣经里有哪一段？或者圣经里头有没有说神爱世人？有上帝爱世人？有，那不就解决了吗？”你能够爱世人，问题解决了啊！但是说上帝不爱你，爱我，这为什么？我说我是世人，上帝爱世人，我爱上帝，我也爱世人，我跟上帝志同道合。我说你爱上帝，不爱世人，上帝不喜欢你，是不是？ That's a perfect example. 我那时候继续告诉他，我说神。爱是个抽象的，他怎么爱嘛？所以我讲解释一个问题，我说上帝爱是神爱是靠你们的神职人员，靠你们的信徒，把上帝的爱从自己身上发扬光大去爱世人，这就对了。跟佛教一样，佛教讲慈悲也是抽象的，必须把佛菩萨的慈悲我们做出来。代表他，这就对了。石井牧师跟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在日本打电话，他就来看我。That's your job and mine, huh? Compassion. Yes. Like Jesus said,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the light, and all else will be added." I like his version of the quantum physics, though, and that we can bring peace just between you and me, peace to the whole universe.The earth can get more quiet, doesn't get volcanic, doesn't blow, doesn't no tsunami, but it begins with you and me, just calming the earth down. 这个理论上决定讲得通。身体的疾病，自己可以治疗；灾难自己也可以化解。问题是坚定的信心，先决条件。你有丝毫怀疑，就会障碍。
Me and somebody attend the lecture last night that had the family had what kind of problem? Parkinson. Can you share that with them? Yeah. This lady's brother had a Parkinson for 15 years, and she had been cleaning, doing the cleaning with Tom Fonafona for the past 3 years. And she had been cleaning about a belief that the brother has Parkinson, and then the anger and resentment. And now the brother's getting a lot better, and her love and respect toward the brother has grown. Hmm. And can you imagine, it began with a thought form, the brother. It's only a thought form. So you, when you let the thought form go and love shows up, then everything gets healed, you know? 这个道理很深，这个道理是真的。我们今天的麻烦在哪里？就是对他不相信，自己找这个找那个，越找越麻烦。真正东西太简单了。我们今天苦在哪里？心被外境转，就是很容易受外面的影响。人真正有坚定的信心，不受外面影响，它是问题的。Intellectualism is a problem. Thinking, hoping, how come, why, that's the problem. Yeah. 这是妄想。Hey, these are wandering thoughts. 越退越远，越退麻烦越多。你不想，什么事都没有去解决。That's a beautiful way of describing it. 正如修兰博士在《临极限》中所说，万物都是神圣的，无论是有情或是无情，我们的心性是爱，是和平，原是完整无缺，是完美的。当我们用爱心改善了自己，我们同时也改善了我们的世界。